好，欢迎收看《行家论股》，我是洪宝新。焦点眼镜 Focus Pair 2021财政年第二季的眼镜业务销售严重下跌，而餐饮业务却刚好相反。随着许多零售商店被迫关闭，丰隆投行研究预计焦点眼镜能获得租金回扣。该集团还通过社会保险机构提供的薪资补贴和 60% 的员工限制，将工作日缩短至每周四天，来节省员工的成本。由于疫苗接种率提高，管理层对恢复常态抱着乐观的态度。随着办公室的重新开放，将进一步推动隐形眼镜的业务。此外，新的 Community 烘焙分店也预计将在11月开业。行家对业务前景充满信心，一旦经营状况恢复正常，眼镜和餐饮业务将会全面增长，因此维持买入评级和10级03仙的目标价。